一级跟亚索打非常不明智，知道吧？小走位躲掉。这波回不回家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回了吧。不要跟我刷666，你使用欧莱雅男士洁面乳也可以跟我一样变成欧式玩家。羡慕了吧？不用羡慕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们少了两个小兵。抽一下，他升了走位，抽一下，他居然升了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这个风不要吃，挺准呢、啊。下边如果他敢上来动一下，他就死。直接晕住就死。他升了居然，吓我一跳，他刚升那一瞬间给我吓一跳。但我们 W 可以破盾没有用。家了，我们应该是有点无敌了，出个875，用伤害来碾压住他。穿可以穿，让他随便穿，可以让他乱穿。我们现在的攻击力有126点，他只有78点。我们比他多了48点攻击力，将近50点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相当于比对面多了一把。死亡之舞，啊！一上来抽一下平 A， 一回来平 A W 晕住，再平 A， 再平 A 点燃，再平 A， 一个抽。平 A 续征服者，不敢跟我打，很正常。他可能要蓄力，我们把小兵控在这里。如果他敢蓄力，我直接穿上去，一下红路 Q 接个 W 晕出来接大招，一切都是尽在掌握。这就是欧式玩家的实力。再见。这就是欧式玩家吗？没错，流畅。先来个皮海，有谁也用了，怎么这么菜？不要侮辱我兄弟啊！我们同样是欧式玩家，他的操作与我的操作不相上下。我使用白天行，他使用晚上行。1100。
一过来抠一下，红怒晕，没红怒，这波其实有点难受，正常应该直接死 ，A 接抠直接死。我们的伤害现在跟他的伤害已经不成正比了，他现在就是多兰戒，我这咳血战斧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不要再想玩了，啊，他不要再想玩了，他玩不了了。这个兵线啊，我不可能让他吃了。抠一下。可恶，他居然吃到兵线了，趁我打石头人的时候。没关系，越塔杀他。我说实话，这牙手挺敢打的，但是没有用。我现在就是装备优势，就硬杀你，你一点办法没有，就硬杀你。我八级打你五级就硬杀。在这等一会儿，一上来平 A 红怒晕，铁刺鞭再一平 A， 人马来了，人马来只能瞅着。哎，人马居然敢收这波线儿，我没想到啊！驾，给我晕，平 A 接 Q， 一下一回来把他大逼了，啊，他没放大。他放了个疾跑，那这波他可能要去红，我们去红找他。嗯，他不来，我们把红打了。打的确实有点快。永恩来了，我有闪没关系。来蓝枪，哎，不用技能好了，我不知道他要来，我要知道他要来的话，我就不放技能了，我寻思他不能来了呢。为什么不推塔？问的好，因为想让亚索吃到更少的兵，先扣他一下。直接开大，红怒云铁字边一下红怒扣，交不交闪？不交闪我就一刀。你现在杀他已经不值钱了。你杀他不值钱了，你让他吃到更少的兵。把塔皮吃了，谁来了？谁的传送啊？杀口啊，溜了。这波确实没必要再继续了，那杀口出这几个破装备搁那干哈呢？杀口干哈呢？啥意思？要杀我？那能行？假的。先回家出装备，一会儿让他们根本就不敢动我们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谁 rampage 了？银马敢 rampage？ 银马，这是不给我面子呀！我一瞅啊，这银马敢 rampage 啊！还要刀吗？内定我一看呢，这是。现在让亚索吃到兵人就是对我们的侮辱，知道吧？抽一下，不让他走了。花里胡哨，现在一血塔还没完，还没有没呢，而且现在是12分49秒，我们刚好14分钟之前把塔拔了，还是一血塔，特别完美，特别好。13分11秒，特别好。一血塔快拿了吧，不值钱，不要着急。你看那炮车没死了，他就少吃一个。你看那小兵没死了，他就少吃一个。哎呀，正正好好。必须得给他们来一波瞎银诛心的。这波先不打他，不着急啊。给他打我们，抽一下，平 A 接红怒晕 A E， 二塔就得推了，一塔可以不推，但二塔必须得推。干什么呢？啥意思？你说你一点虚区都没有。你哪有伤害呀？你跟我说一下的，啊，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虚区它在哪？你敢乱配机啊？就你还敢乱配机呢？你跟我蹦跶什么？我放你一马，你不走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吃红去，那必须得吃红，吃完红还吃石头人，一个也不给的。给他一个，跟我心里博弈是吧？上路线我不要了，我就吃他野区去。我看谁敢过来！又一个乱配机了，谁呀？谁敢乱配机啊？寒冰射手那就算了，这个我杀不了。要不然我高低把这射手给他杀了。还敢乱配机？我们已经出完血手了，再来个黑切我们就无敌了。就是现在我已经有点无敌，亚索值钱了，还打波扣，
这蓝给他们也浪费，算了吧。居然能被亚索给杀了，简直是耻辱。杀戮收兵，哥哥你为什么不走，你为什么不走哥哥啊，哥哥我的哥，你给我搭着我，我们来一波压人诛心。银马怎么回事，你回来走呗，要夹我，给我截住他们。双杀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混乱将随后而至。我十四级，压缩九级，压了五级。把石头人收了，我们这得一分钟一个兵啊。那小可爱是上马的，把他杀了我不管。我忍不住了，夹我！我有血手，完了，咬你！怎么回事？哼，给我一路给我夹过去了。下回还是先杀女警。哎呦！毕竟女警是远程英雄，出个反甲，哎不对，先出个黑切，再出个反甲，再出一个死亡之舞。关键那个女警，我没想到她能往后移，你知道吧？我上的时候，她啪一个移到这边，正常人不应该都往塔里边移吗？她不得，她往出移，我就没杀得了那女警，失败了。这能钻过去不？不、哦，这都能钻过去。杀口，又是这个位置，我就今天就怎么回事呢，杀不了你了是吧，杀口
啊，怎么的？你杀扣，这个是真的。终于打了一回真的，不容易啊。你瞅什么玩意儿？让你瞅了吗？啊？瞅我！呀、yeah. ！拿下！